黑虎虾。妈妈，我长大了，我不害怕。对，我怎么更加生气了呀？哎呦我的妈！包菜、丝瓜、白玉菇，慢着，藜麦饭。我的妈呀，太好吧？那这是围冬吗？想吃很久了。谢谢你，妈妈。嗯，不客气。我太开心了。小孩子的快乐真简单。妈妈，你把这头拿下来，我有点害怕。我们这有点怪怪的味道，我不习惯。你舔一口尝尝。没吃到又给他千张包。嗯，哎呀，妈妈，这个灯光太严肃了。给你画画饼画的吧。嗯，没事，妈妈给你买了模子写，你以后不能让爸爸给你写，好不好？啊，妈妈，嗯，别人我真有点。妈妈也觉得你特别有。今天对蔬菜赞不绝口。嗯，赞，吃的。嗯，我吃，你让吃。这个都是热乎乎的，你尝尝吧。嗯，这妈妈刚开的热海苔，肉松。搞定收工。谢谢妈妈，我吃饱了。